警方于3月16日20时10分至三民区澄清路上发现一名男子，他的特征跟前些日子至本峡提领赃款的车手特征相符，警方立即将他拦下盘查，在他的背包内发现一些可疑的物品。该名男子非常的紧张，一直辩称说该两个信封内是装口罩。警方眼尖看到那个包装上面印有含笑半步癫的字样，请该男子配合出示。该男子打开还是辩说里面是口罩。那经我们追问之下，男子才说里面是装有毒品安非他命。那警方一共查获50包安非他命，共177公克，全案移送地检后续侦办。那警方经了解，该名王姓男子他辩称啊，购买这些毒品是供自己私用，那印有含笑半步癫的字样，是不孝业者哦，仿效唐伯虎点秋香的电影来鱼目混珠，来诱骗年轻同仁上当。警方在此呼吁啊，希望年轻人不要去碰触这些来路不明的物品，